China's megacity Shanghai is restoring normal life from Wednesday. In its bustling financial zone of Lujiazui,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resumed offline operation.今天呢，公司安排了是50%的员工到岗，然后从6月6号开始才会安排100%全员复工。那今天早上呢，其实看到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快速的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来，然后早上大家都早早的来到了职场，开始对自己的桌面做深度的清洁，甚至有很多员工呢都开始拍照来记录这美好的一刻。大家呢还是以这个饱满的热情来迎接返工的第一天的。前几天我们上海市政府 专门推出了加快经济恢复的50条措施，很多也跟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有关，比如说其中的稳外资，还有稳外贸，以及支持广大中小企业。所以呢，我们渣打银行一定要发挥我们这方面的专长，跨境贸易啊，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啊，还有这个供应链金融服务啊等等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广大企业尽快的复工复产，运营正常。